南投县议会召开第十九届第四次定期会，在定期会期间，县议员史信龙关心地方许多议题，并在本次会中踊跃发言。史信龙议员首先针对伊达少国小操场问题，史议员在会中表示关切，并表示操场施工工程并没有达到标准，要求县府要严格把关，并尽速完工。我们这个教育部啊，等于是由我们原住民局的这个立委跟教育部提署争取一些补助，我们原住民地区小学的这个操场啊，运动场的这个等于是做一些改善啊。这里面我印象中包括新营国小还有宜兹乡的这个伊达少国小啊，那这个操场伊达少国小这个是校长在一个场合，他也不是专程特别跟我提起这个事情。那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操场大概是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挖除啊，然后再重新铺设，他可能还要再加这个柏油啊一层柏油啊，然后排水的部分，然后最后到这个 PU 嘛那结果好像厂商这个部分这个最底层这个厚度不过，所以后来跟建设处反映那建设处给我的答复说这个部分可能最近整个还要再抛除掉就是不合格的这个厚度那当然这个延宕的时间就是程序上当然厂商没有做好的话当然就要做补正但是这个延宕的时间变成造成我们这个学生师长还有这个当地居民这个使用运动场不便要再请我们建设处这边好好的来跟这个厂商做要求。而跑道改善工程经费动辄百万，争取来得来不易，但由于工程延宕造成许多地方居民以及学生的不便，对此史信龙议员也在会中表示关心，并希望校长能够多用心点。这个跑道的操场的这个改善好像不少钱一两百万那所以说升起来真的不易那当初也是透过我们教育处来给转送这个计划来给中央教育部这个提署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校长也不需要说什么事情就跟我们议员或民意代表来马上做反应但是我刚刚只好听麻烦你们做吧呢，来过不是讲伊特别去甲咱提起，也是咱去因学校的时阵，伊才顺便甲咱提起，袂是讲你又来这跑道怎么变安尼啊？这好丢是。这个白话叫新上任嘛，叫调任来嘛。我意思讲，跟这个鹿谷当然不情况不一样啊，鹿谷国小。但是我感觉你也凭校长真的有时候别讲现实啦还是讲这个前任的校长迄阵真处的，即马要做我来做我都叫人叫算，这不能这样。那如果说他不讲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操场已经都改好了，都学生或者居民都已经好几个月前就在用了，是不是呢？这个部分的话，再拜托校长您对这个校对拜托处长对这些校长真的要好好再螺丝再锁紧一点而教育法在去年六月就有修正，主要是增设原住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的教育组。对此，史信龙议员也在会中提出看法，并希望教育处能够多加重视。教育法大概去年的时候六月的时候就有修正嘛。那主要的话就是说，中央除了教育部本身在他的这个国教的部分他的单位里面在增设这个。增设这个原住民族跟少数民族的这个教育科嘛这个是在教育部的综合规划司。那国教署也增加原住民族跟
少数民族及特殊的教育组啊。那这一次主要的修正就是说，中央当然要去成立这个专责的单位，那地方的话也是地方的需求啊，去增设啊专责的啊这个单位啊。那这个部分的话，你通通都是现在好像是都在用有血管科来处理嘛，对不对？而且没有什么专人啊，你现在的除了督血之外啊，那有些是啊正式人员，然后有些我看都是啊后用老师在兼办嘛。那后用老师他觉得一年你到的时候，他又你要把他调到学校去当正式的校长嘛，所以这个应该是要有一个啊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个陆处长就这个我刚刚提的，就是说增设这科可能目前来讲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增设专人已经好反映啊也是好几次了。陆处长，您这个部分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啊？目前要申请坑照图，民众都去前往台北来申请，相当的不便。对此，史金龙议员也在会议中向县府提出意见，并希望能够更加的便民。这张是那个航空测量图啊，空照图啊，吼，这是去台北那个做林务局哈，农委会林务局啊申请的啊，啊，这是安内来，就是讲，咱即马就是讲，这个林务地啊，或者是哦，较早祖先先做的啦，是讲使用的吼。有所有权啊，是讲干那使用权尔。这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也要申请啥，哦，甲管户咱申请啥要补助的时阵，啊，咱农业处就是讲，啊，你要去调，叫人去调的民国61年啊，是讲啊60年的迄个这测量图啊。啊，我是感觉这是合理啦，你要一确认讲，你较早哦，以早几年前就在使用啊，但是真正这全国敢若爱去台北，最后才得请呢。当然，伊是有你上网去哩，你会使请，但是可能好几天以后，他会再寄给你啊，什么你个钱寄去，安尼嘛是一个办法。但是他的网络不好上啊，因为老人家或者说对电脑使用哦不是很清楚的人，我是讲，你叫咱老百姓去。专工去台北提这张哦，这张300块啦。啊，当然你提一张300块，啊，来回车钱跟时间哦。所以我是讲，农处长，这是小事情啦。啊，咱无法度便民无。啊，去叫人去申请这种诶，是不是很多？哦，啊，当然我即摆提出来，我就请农委处长，是不是我的认知比较差？哦，还请人家特别跑去台北去申请，处长你对这个部分小细节你也当说明一下好不好？针对孔雀园道、今天巷道路拓宽事宜，石议员也在会中表示关心，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继续努力克服困难。在前几天那个业务的那个报告会议的时候，我也大概有提出啊，哈，就是那个孔雀园道。这个今天巷哈、哦，这个拓宽这个部分啊，是不是拜到处长你哥搞做一个说明，答复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有地方的真侪民众真关心啦，啊，特别过拜托我讲，是不是？因为那阵也冇欢迎我咱林县长哦，啊，林县长嘛答应讲，这个部分哦，看安那，因为可能爱。爱甲中央哦，交通部、公路局来申请经费吼，是毋是请迄个先请处长你阁做一个说明好不好？这个案本来交通部迄边都本来都要补助嘛，对吧？处长哦，进度阁控制好势啦吼。我明年会提报，明年。伊这個案可是有影3-4年啊，讲3-4年啦。啊，当然我有解释讲，其中嘛有一寡这个。不是您的问题啦，吼啊，这个部分我也承诺说，要一定会协助您来克服啦，吼。
而新一乡浊水溪县没有消防队的问题，石庆龙议员也在会中关心此案，并希望县府能够优先设立消防站，以备不时之需。前两年啊，我们大概也都跟我们消防局这边第三大队嘛哈，都有到他们那边来做协调，包括来是不是能够拨用那个旧的那个派出所哈来当成那个消防站的哈。但是我有了解，就这个前议员这边，他们地利村算是这四个村还是五个村的中心点啊。那刚好有一块地哈属于乡公所，那他们目前还没有做怎么样的规划用途了。那我是建议说，那干脆你就跟公所这边的来合作，然后把它那至于说。其实消防站也不需要一定要钢筋水泥嘛，那你就铁皮这个部分，主要让消防车还有人员在里面啊，防止小孩子啊去那边玩，那这样安全性啊够的话，那搭配我们之前已经成立的联合的睦邻队，我想这样多管齐下啦。我知道我们消防局即使这个常年的预算经费也不是很多了，但是我想就有民力的部分来自己先也解决，帮忙解决这个消防站的这个建设哈，我想在20万左右大概就可以处理好了。那目前的话是委由这个新一分队啊来辅导嘛，那我据我了解，他们也做得蛮好的啊，所以。就地方民众他们殷殷期盼啊，希望有一个分队，这个是不可能的情况之下，那他们结合公所啊，还有民力的部分来搭设一个简易的这个消防站。日月潭义达上没有加油站，民众都需骑车前往水社村才能够加油。石庆龙议员在会中向县府提出意见，并希望县府能够积极有所作为。过来拜托了呢，政策处长啊，这。我那两三年哦，拢也无法度达成的，我拢有这症状哦，而且这症状愈来愈高哦，吼，公文往来往返来往回去哦，我只是要来拜托啦，就是顶天我伫个医生审查会有甲你提起，就是讲，这个伫日月潭遮要新设一个加油站这个部分哦，其实村民嘛拢足期待的啦，啊，咱产化科。我是不是要怪这科长啊？但是我是感觉讲民众啊，地方哦，拢有这个声音，啊嘛，要拜托讲咱啊，管府这边才来到三江吼、哦。我知影即摆伊主要就是讲，收这个公所嘛，啊，公所伊就是讲多一事少，不如少一事啊。所以咱承办科这边应该就是要同理心，而且也要把它当成一回事嘛。你不要说我已经有发文给移植公所，然后叫移植公所去办啊，安尼公文都 OK 啊，结束啊，啊后壁拢无采我头前协助土地的部分的协调处置，嘛阁拜托立委，啊即马最近嘛，其实啊立委嘛可能有去地方行，啊嘛阁欢迎讲啊，恁遐毋是讲要争取要设一个加油站，哦，所以咱民意代表的部门也到三江，哦，啊，我拜托讲李处长，你就这个案子，哈，麻烦你就是主动跟那个遗址相关所，哦，看到我们地方来做一个协调说明。在为期一个月的定期会期间，县议员石庆龙恪尽职责，为了地方发展及乡亲福祉，也针对多项议题来向县府进行探讨，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并积极有作为，以营造优质环境，造福县民。民视新闻邱秉义专题采访报道。